喺呢个牙前围道咧，可以讲啲牛肉档、猪肉档咧，响晒朵噶啦。艺人杨英伟2020年底已经举家移民奥地利，虽然在奥地利咁远，但他都心系香港。趁住暑假，他都翻咗嚟，仲同小红书博主拍片，专登去到九龙城嘅街市派手信俾相熟嘅档主，肩膀趁买牛肉，氹到店主眉开眼笑，仲被大赞好有人情味。杨英伟喺2022年接受我哋独家访问，就大赞奥地利价廉物美，住嘅1300尺大屋都只系需要月租大约10000，佢亦都非常之满意移民之后嘅生活。